看，先抱他一下，然后这边这么欢乐，先抱他一下。对，我回来啦，然后亲他一下。亲哪里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这样。对，那个亲是，他这边这么欢乐啦。就是，我会害羞，他很像非常平静。没有，这就他 OS。然后我啊，没关系，我先走。很有的那种哈，对啊。有电哦。然后傻眼。然后你也傻眼，全部人都傻眼。好久不见，我要抱他吗？不要。感觉我要亲上去。第一次见面呢，这场戏呢，就今天嘛，就是给他一个大拥抱，给他一个大。大拥吻，没有拥吻，拥抱跟一个。对对对，第一天认识你，我也不认识，没有我认识你。傻眼，交往第一天，有什么差别？嗯，不一样啊，一个是。就是比如说，第一个人特写。你被狗狗猫猫亲，你有什么差别？都很可爱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他也亲了我一下。哦，这不是我猪仔，我是男人，吃不了。你抢了我的女人，哇，是男人，不是在外面要哦身份调换，这个必要加分。我不是，布布，那个鼻毛掉出来了，我把你塞回去。看上面。今天要不是我精神不好，才不会这样子被欺负。干嘛精神不好？你去开心。还想最后给爱心。谢谢。哇！谢谢。再不见结果。我觉得蛮好笑的，这个爱心是我平常会给。傻眼！每个东西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今天特别的帅。傻眼！哎，我可是很不敢刷存在感，现在我像是死刷。你哪一天受伤？想哭的时候，可以到我的怀里哭。没有这首歌。吃饭。你要明太子香草 cheese 的意大利面，还是番红花？在此。你要明太子 cheese 的意大利面，还是番红花樱桃鸭的记者美酱，还是黑松露牛轧藜麦豆饭？一级高手，请选择。想哭。白痴哦，笑得很烂，笑得很老派。啊，不过谢啦，有气有。他又唱，真的很好笑。我刚自己有点乱。他刚刚乱唱一波。原来这么老派。来，上去好不好？啊，先帮我关一下这个。好动感，关。逗女生开心，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真的，首先是要让她放松，可能可以用一些玩笑或者是。一些有趣的东西去让他放松，吃东西、看电影、看电影被骗，有事吗？没事，闻你闻。哎，你还不是看洛城凯，那么就哎、欸，那个是已经交往了，你已经跟他交往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不是，我说那天在楼梯间的时候，你亲他。哦，那不一样啦，那个不一样。就是说，那如果有一个男生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这样子做。怎样亲哦？就是你看，没有这个就是要看你有没有对这男生有意思。如果没意思，我一巴掌打下去。没工作，没有家，你就去玩嘛。没有家，不行啦。但没有，应该是说女生真的用这招的话就不好。但是听到喜欢的人这样讲，那可以。对啊。我帮你开来。就是带了一串葡萄，我帮大家吃到一半的葡萄。哎，这包包这怎么检查？这检查非常不方便。对啊，你随身背着会不会太重？在水壶啊。屁！你随身背着。这音超好的。你是在房间放这个音乐？
这个音质我想要听，因为很吵。你住隔壁是？我住在隔壁。我没有一直放，我后来第一天。他拿我剑把我看完。不要，等一下。这个交给你。不行，等一下，真的我偷看就好了，我偷看。哦，我真的不行，不要，不要，问毛。我偷看就好。不要，真的拜托了。为什么啦？不是那个很久以前拍的那个很瞎、啊。身份证有差吗？有差。不要，我想要看见。我看。我要看。非常帅。非常帅。哦，我希望眼泪快要流出来了。OK， 前方部分我们就这样跳。怎样？你是没有没有国中的时候？国中的照片没还在健保卡上。他真的很喜欢打球，弄得很黑，很黑。我的真的很无聊。哎，那你有带健保卡？